现任新北市长是谁？等一下，蔡姐，蔡姐，蔡姐，台北市吗？新北市。效应太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政治大会考第二集。在场有人不碰政治的吗？我很少，我超少。从第一集应该就看得出来，跟政治没有关系啦。好吧，我今天加入政治，我差点不想。好，来，第一题，第一题，请问中央政府分成五院互相制衡，请问是哪五院？接下来，丽娜，好来，行政院、立法院、考试院、监察院。还有医院，还有医院，还有司法院。好来，请问甲午战争签订了什么条约？我先的，来，手放好，先拿。刚刚马关条约。可以马关条约。请问现任新北市长是谁？等一下，蔡姐，台北市吗？对，新北市。我不要来了，我不要来了，我不会的。张先生，快点，侯友宜。对，侯友宜啊，哎，一脸懵哎，交接了吗？早教。请问以上哪个国家不是台湾的邦交国 ？A. 巴布亚纽几内亚。谁？B. 海地。C. 瓜地马拉。D. 图瓦鲁。温迪，我是说真的。好，温迪来。他是 C 吗？瓜地马拉。C. 真的，真的。错吧。真的。B. 错。来，D. A. 错吗？乱猜。错吗？错吗？乱猜。错吗？错。请问现任台中市长是谁？啊，温娜，刘秀燕。好，下一题。蒋氏家族以两蒋为核心，两蒋分别是哪两蒋？真的，真的，国姓出身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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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蒋中正跟蒋经国。对。知道。做好做满是谁说的？好，阿婷，韩国瑜。高雄发大财。不是。打他。温娜。打他，打你吗？我知道。我猜柯文哲，不是，不是，是朱立伦。对，朱立伦。做好做满。请问韩国瑜的儿子叫什么？我知道女儿。快点问题。好，问题来。韩天。韩天。是韩天啊？真的是韩天。你刚刚嘲笑韩天，你为什么录到？刚刚嘲笑哪一个天啊？就是天，天空的天，不是天的那个吗？答案下一题，请问首位把叶克膜技术引进台湾的政治人物是谁？来，谁去？赶快举手啊！你举手就对了，请抢答。来，不是，好好是蓝的。柯文哲。是。叶克膜，叶克膜。请问曾被新闻媒体戏称是神猪的政治人物是谁？啊，连胜文。请排出台湾法律的层级顺序。接下来，接下来，接下来，我先。跟政治没有关系，我这我都没有来了。接下来，我先。宪法，然后法律，然后命令。对，宪法。没有直掉。这分给他 ，OK。对呀，下面下一题，请问哪个政治人物曾经是时代力量的立委，同时也是乐团主唱 ？Freddy 林长佐。对。这题做下来之后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对政治其实要多了解一点？是，我会背，其实我知道马关条约。没有，我在上马怀。智商。
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